苏醒说：“我跟虎子在电梯了。”虎子来了？没有，苏醒他就是，他每次不是这样吗？说：“我到了，人呢？哪儿呢？”他就还在化妆，或者是还在干嘛？他就每次都这样吗？后明，来吧，咱俩坐一起吧。CP 两个人不坐一起，咱咋地啊？不用刻意，不用刻意，就叫刻意，不要，不要。录节目就是刻意，我跟你说。他居然没有最后了，一个都不能少，黑摆着带着。果然你跟虎子在电梯里面。梁哥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你每次上去就先睡觉了。爱情里，咱们兄弟几个约定一个时间，你说明年咱们哪个时间的结婚，就是不结活了。抽出个兄弟度假之间，你知道吗？咋了？一个演员看你的表情，就能不能不接活了？就你的表情读出了很多信息呢。我不行，我还是要干活。这，不接。我跟我那群常德的发小们十几二十岁约定说，我们到了三十岁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去美国。然后大家就开着敞篷跑车，然后跑美国的什么什么公路。You know nothing about 美国西部。啊，就这样。然后最终，在中国的某一个游戏厅实现了。然后在那个游戏车上，在美国西部的开。爱情里，人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租的。哎呀。真就这样的，我们就是一个。那你下辈子租哪儿？我争取租一个再好一点的。努力，对。还是在地球上是吧？还是地球上。换个物种吗？还是？换个物种可以。那是类似什么呢？还是人类还是别的？有可能变成其他的东西。你想的呢？它是倍儿。如果变成鸟，我每天到码头搞点薯条就行了。鸟声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去码头搞点薯条。不是，我问你，我们的方向在哪？我们应该停留在哪？我们的鸟声的意义是什么？去码头搞点薯条。码头搞点什么？码头搞点薯条。想那么，人类就是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，就是、真的是。爱情里。你也太认真了。你也过于认真了吧。 It's not real, man. 来来来，浩明来了，来来来。嚯，这屁股翘的，你看。浩明，你这个过于专业了，你这个一看就是 golf 的姿势啊！哇，哇，看这肌肉多硬啊！看这肌肉，哎呀，哇，那这个球要是打不进的话，那岂不是？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稳呐！哎呀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浩明，继续打。浩明，我觉得现在角度是 OK 的。Yes! Yes! 那理论上是不是浩明是可以一杆全打完的？是的，生哥就上不了场了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难不到我的。漂亮。
哇，真的是哦，专业的专业的，真的是哦，太准了，太稳了。爱情你看，哎，这杆啊，大概率小亮哥会打到这儿。不是，我太松了，老哥，我太松了，松了我。就是这三个洞，我想问张悦经历了任何难度吗？来个难度的啊，来个难度的啊。哎，上个坡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开始玩花子了你、啊？哎，对啊，你得给我点力啊，我感受不到竞争。感受啥竞争啊？感受啥竞争？那舞你肯定又不行啊！我啥舞不行？跨了跨栏这是。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算不算。哎呀，不算不算，怎么不算？碰了碰了碰了。我这是姿势，你就是动到了。哎呀，这腿比我长吧。爱情你就这个力量就够了。哦，会不会差了那么一点点？这里面是不是有轨道没擦干净啊？这里面啊，浩明指导我一下啊。趴下来再瞄一下，真到位啊！这根太难了，这根真的对演员来说太难了。看着后面，看着后面。哎，漂亮！没有控制好那个力度。哦哦哦制造难度这么大，哎，你是他们队的吧？你是个卧底是吧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！